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lfred， 今天带大家来看离温哥华大概60公里有一个 V3 的充电站。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少出门，所以大概只有4台车在这边。这个是新盖的 V3 充电站，大概开幕大概有2个月左右。这电线真的是比较细一点，而且比较轻，轻了很多。那我现在车子有66%的电，然后最新的软体2020.12.11.5，然后我们预计充到90%好了，看看大概要多少的时间哈。V3 的那个 cable 线比较细一点，哎，大家好，我回来了，现在是3:06，已经过了20分钟，那现在充到88%，还有2分钟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